4S 一推，三仔四仔齐插水，小心坤水啊！沉入面世嘅 iPhone 4S 虽然未有得卖，但旧嘅 iPhone 3GS 同 iPhone 4就即时劈价清货。iPhone 4 16GB 减39，32GB 减89，3GS 仲激减1200添，减幅有成30%噶。中环嘅 Apple Store 都即刻跟啊，有人嚟到先知咋。本身就是想住过嚟买 iPhone 嘅，咁啱我问价钱，而掌握好降咗价，所以咪觉得都几开心下，我觉得好抵下。不过有零售商就博大帽，呢位大陆客就喺百老汇用旧价买咗部 iPhone 4啊。就是刚才买的时候，店员有没有特别的跟你们讲，今天有新的手机？没有，他没有说。店员就解释，因为啲货系用旧价入，而数码通同三嘅 iPhone 上台计划，寻日亦未见减价。想买平机都是去 Apple Store 或者上官网订稳阵啦。不过减价亦拖低埋一二手回收价，先达 iPhone 4嘅收机价应声跌咗200-300。佢仲话水货嘅 iPhone 4S 下个礼拜日就会有噶啦，预计会卖8000至9000蚊。